个电影冲出亚洲，举世闻名。最近荷里活就买咗一部港产电影嘅重拍权，所以版权系可以好值钱噶。喺嗰个原创里面，你做咗一啲心机落去咧，有第二啲人都睇到，会将你嗰样嘢继续买。如果真系好嘅，我有 extra 嘅嘢，俾个 Ryan 出漫画，我出公仔，可能有 royalty 分到，啲人做嘢会 aggressive 啲啦。即唔系金钱嗰样。而家嗰樣嘢本身睇翻你自己已經好開心。香港嘅娛樂事業咁蓬勃，都係創作人努力嘅成果。如果你想有好歌聽又好戲睇，就要記住保護知識產權，創意創富，保護知識產權。任何人完成一項創作之後，唔使辦理註冊手續，就可以即刻擁有作品嘅版權。这些作品可以是你随意拍下的照片，也可以是这个由香港人努力研发的中文输入法软件。人性化，简单实用，能够入电话作为一个输入系统，是你那个白头。